有呢，火烧起来以后，小朋友就好比说，对，不能摸到火，摸到如果把手放到火里，拿着那个鸡蛋那些东西，对，是的。关。哎，周伟，你再进去一点。好，那个比较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也可以进来。等一下，还有小朋友，我们刚瞧的小朋友，请快一点。哇，你刚好被挡到哦。好，前多看前面。那边过来一点。那个小朋友说运动会被挡住了。你那个不要遗失掉，不要挡住后面的脸。大概都会超过800度。超过800度到1000度，所以。等我们等一下一生火的时候，我们就请小朋友。你是最好没有大家，你要把它叫他来，叫他来，叫他来，我们叫他们站很久。像第二有，你就可以加戏就好。今天可以借我几分钟吗？可以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叠摇呢？这个土块，大家都看到这上面的摇的本体，每一个都要凸出来一点点。每个都是这样火烧才烧得到，有每个都凸出来一点，然后上面一层铺完再铺第二层，就这样把它铺完，铺完一层以后再铺第二层，第二层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每一个都要凸出来一点，这样没有每一个都凸出来一点点，火才烧得到。要铺几层呢？不要超过6层，6层，如果一定要的话，第7层就一个就好了。好，然后铺完以后。像这样分对不对？这样每个把它铺完，然后这个高度只有7层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烧火。到窑叠好烧火的时候，我们就到后面去洗地瓜，还有包我们的蛋。啊！哎，我们可以了吧？他们就是我们不要了。来，要不要换？然后这窑主就是垃圾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还要再来，这边还没有这个，我零三。